好，来看的是涨个不停的同舟一命的全球物价。国际货币基金 IMF 预估，其实我们全世界84%的国家今年的通膨会趋缓，但是大家无感，因为通膨趋缓了，就像美国，它的物价还是降不下来。画面一开始会看到，在波兰传统哦，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四，那么应景的甜甜圈，每个人都要吃一口，但是呢，价格贵了30%。而另外，雀巢这个公司去年才涨价8%，再度扛不住成本压力，已经宣布今年还要继续再涨一波，2000个品类全涨。斯里兰卡这个国家已经破产了，但是星期四呢，它要再涨电价高达66%。美国最新出炉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上升0.7%，来到7个月的新高。因此，大家想是不是一定又会升息，而且不止一码？这些经济话题好像我们每天都 focus， 但是每天 focus 让大家感觉那种全球民众勒紧裤带过日子的强度是越来越强。How long do you think you will need to wait for the Above 2 hours, I think. 大批民众顶着低温排着长长队伍，也要在肥胖星期四这天吃上一口应景的甜甜圈。只是今年，波兰民众想在这传统节日大吃庆祝，必须多掏点钱出来，因为原物料成本又比一年前贵了2-3%。Last year, last Fat Thursday, a donut cost $3.50 each. In August, we had to raise it by as much as 1 zloty. 原物料上涨的冲击让全球最大食品公司也难挡。雀巢集团周四公布全年净利没能达到预期，便随即宣布新一波调涨售价的计划，将涵盖雀巢咖啡、巧克力等2000个品牌。尽管他们去年已经涨价8.2%，但仍扛不住成本压力。因应物价飙涨，葡萄牙政府从房市下手，周四祭出一项特殊的方案，将提供更多民众负担得起的住房。Ninguém pode ignorar qual tem sido o impacto no mercado da habitação, seja da subida das taxas de juro。葡萄牙总理宣布的另一项重大政策则是和外国人息息相关。里斯本将取消发放新的俗称黄金签证的移民投资计划，以遏止令当地人不满的炒房疑虑。O que se constata, aliás, é que dos cerca de 11 mil e tal vistos gold concedidos até agora, mais de 9 mil foram única e exclusivamente de investimentos imobiliários. 从民生食品、用品到房市，万物皆涨。但这凶猛的涨势却没出现在周四的美国股市，三大指数全面重挫超过1%，因为又有强劲的通膨数据出炉。包括关键的通膨指标，美国一月生产者物价指数上升0.7%，不但超出预期，更创下7个月以来新高。上周初领失业金人数也降到194,000人，改写历史新低。种种因素持续加大升息阴霾。We absolutely could be headed into a period of stagflation, and I think those rising costs are really telling investors that inflation may be stickier than previously thought. 经济摇摇欲坠的南亚国家则饱受双重冲击。宣告国家破产的斯里兰卡，去年已经将电费调涨75%，是9年来首次。这周四又宣布涨价，幅度达到66%。Kita bi januari palavin ni dala, api ekangga taben palakarla tienawa, jatyantar mulle aramudle pahuskam labaga ni imatanam, api api kisima rajja ayatane katte.这个海岛国家为了获得国际货币基金 IMF 的纾困，不止电费一涨再涨，还同意加倍征收最高36%的所得税，让民众大喊吃不消。斯里兰卡一月的通膨率已经飙升到54%。深陷经济危机的还有巴基斯坦，民众看紧荷包，从改变购物习惯着手。当前27%的高通膨，让部分向来只买新衣服穿的巴基斯坦人，也改到二手衣摊贩选购，甚至必须精打细算。IMF 预估，多达84%的国家会出现比去年低的通膨，全球民众苦撑要度过这难熬的过渡期。TVB 新闻总。